我问你们一个，什么叫逼急之光？什么光？逼急之光。来，陈老师，快！我不是，不知道要抢答吗？我不是，你别在。好，我想想吧，我琢磨琢磨。不知道，哎哇，我不知道哎。北京之光。北京之光。北京之光吗？不对。啥意思啊？它是 boy 和 girl 的缩写，就是它跟谁搭都可以搭出 CP 感，都觉得不违和。哦。我觉得这个不算什么特别好的词啊。那你要跟你演的那些女演员，就是跟哪个都不像跟秦老师一样，你这不是演技失败了吗？失败了吗？那不行，不能一样。怎么能一样呢？好教我。不行，不能一样。不行，不能一样。怎么能一样？怎么能一样呢？不行，你不能做。对，我不做逼急之光。坚决不做逼急之光。再见，逼急之光。那不就是我吗？让蜡烛代替所有灯，让音乐代替话语声，而此时无声胜有声。如果我可以懂，只能说一句话，让我成为你的有可能。